统一超商新光复门市旗舰店七日热闹开幕，全棚最大占地170坪，也是澎湖第38店。店家特别选在吉时，包括县长陈光复、马公市长黄建中、马公市代表会主席欧银花、前市长叶竹林等受邀剪彩。活动在十里国小，小朋友热闹的响狮献瑞、招财纳福为活动揭开序幕。除此，还有阳明里社区妈妈的土风舞热情舞蹈。中彩哦，打中彩，鲁中彩，哦啊，当属就是校园啦，哦，啊，提供奖励，哦，财源滚滚，日积月财，哦，啊，这是咱成功路，功学路，一个好厝边，哦，啊，24小时开店，哦，啊，咱而且要啉咖啡，要日常用品啥拢总会当来，哦，哦，啊，上台是24小时，啊，直接甲咱配合在地员工12个。提供就业机会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，才予咱足感动的。啊，这是新闻吼，新闻第全票第38间，啊，所以讲面积设备上佳好势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特别甲总裁如总裁吼，讲恭喜，吼、哦，啊，服务乡亲啊，讲恭喜，啊，财源滚滚，日日积财大赚钱。这样，希望大家啊，多照顾啊，互相彼此啊，啊，我们提供最好的服务。县长陈光复表示，这是全澎湖 7-11 第38家，雇用的员工12人，增加澎湖人的就业机会。特别来恭喜新光复门市旗舰店为庆祝开幕，特别举办摸彩活动，6月7号至7月6号中午12点，凡是消费200元就送摸彩券一张。新光复门市旗舰店和其他 7-11 不一样，还有限量版的 Open 奖娃娃展示专区，还有冰淇淋、啤酒及果汁等，让乡亲多一份选择。记者王海龙报道。